咱上课有当时有看足侪浅浅吼，啊嘛念一句物件，突然突然突吼，坐到腰酸甲背疼。嗯。啊，下腰酸背疼，咱无爱运动啊，啊无爱运动，咱讲安怎？叫神父讲吼，老师啊，神父啊，你着保庇我身体健康。吼、哦，咱拄仔毋是讲诶，咱咧对上天的祈求，就是讲啊，互我身体健康啊，啊，互我下当安那生理顺时啊，趁钱啊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咱若无家己去一条，咱拢无爱去运动，然后坐伫遐怨天尤人，安尼够有效？咱的心，咱的身体啦吼，会腰酸背疼啦吼，唯一一项就是啥物啊？你有知？咱的气血流失。你的气塞袂起来，你的血就塞袂起来。啊，互我讲这是专业知识，伊互我就是安那，专门咧共你管理你的身体。啊，所以互我会当在咱道中啊贡献一下咱一点点仔的咱的专业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互咱浅显做常客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你若讲讲啊，你阁有较好的方式，咱嘛会当提出来探讨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咱平常时啊，咱会有啥物？高血压啦，糖分高啦，气喘啦，啊，搁有啥肌无力？咱即摆在座的年纪啊吼，若无运动哦，你差不多50岁以上，你会感觉你的脚开始无力啦。有感觉咱的脚头乌烧啊无力的无？嗯。要爬起来，要坐了，拢得爱搁换一个。少年的时阵一直着起来，但是即摆啊要爬起来吼。就爱换桌顶啊，咱平起来坐。哦，啊，安尼咱就爱注意啊。搁咱咧行路，有当时啊无细力啊呐，会小弯软脚，这叫做肌无力。肌无力的代志要怎讲啊？腱肌嘛无力嘛，敢是？是骨肌叫肌无力。迄个啥？代志要讲啊，肌无力，肌肉肌啊，肌无力。捌听过这个名词无？哦，啊，所以哦，你若有听一寡健康的资讯哦，咱一定捌捌听过。啊，咱就像现在肌无力，就是你拢无去运动，你的肌肉拢无收缩，啊，无收缩呐，你无运动，你血就塞袂起来啊，会头壳痛呗？嗯，敢袂？会头壳疼呗？会啊，这就是因为呐，咱即卖的人拢较无运动，啊，因为咱讲青壮年这个时阵啊，吼。接20岁至50岁遮，遮就是上班上班族，大家拢咧为着三项咧拍拼，哪有人会当有时间去拖出来运动？运动人拢讲这是退休的人的生活咧，所以你若去爬山去运动，拢迄个拢咧领退休金的人，啊呐，愈运动身体愈用退休金来领较久。啊，咱现在拢是50、60岁，有当时啊30、40岁尔，拢搁咧拼事业的。你只若暗时啊，叫你半点钟的时间咧运动，敢有用？有咧做无？有咧做个手，好哈，上课哦。一班遮侪人，两格、三格，啊，前道拢无。对。哦，还是太细了，咱前道都很含蓄。啊，其实吼，运动不是讲要互咱安怎食饱哩。拄啊，咱严老师讲哦，迄个哦，你看要食饱哩吼，较难。我刚才来讲一个数据，咱今112年，就是今年，你知咱台湾，迄个百岁以上的人有几个？人类哦，食100岁以上的，肯德100岁上悬的114岁哦，昆德119岁，啊有几个人你知？人类5000几个，要食百里够是困难。无困难嘞，即摆吼科技都发达，药啊，互咱安那食会死，啊嘛，互咱安那食会好，安怎？所以讲，你摕目睭病药啊，大概拢去咧摕，一摆一摕拢3个月、6个月，吼、哦，慢性病足侪啊。啊，所以你一直灌遮药啊落去，你灌，但是安那身体够用起来。无啦，你讲食糖分的药啊，讲我食糖分的控制我的病哦。你要知影糖分上歹拢排伫底，脚、
你甲注意看，咱阿咧迄个糖分高的人吼，食药啊，固定食药啊，你看咱的脚是愈来愈无力。因为吼，迄糖分吼，糖啦吼，你用一杯水，糖你甲放落水内底，伊是会浮起来，还是会沉落？嗯，沉落。啊，沉落嘛。哦，这应该是咱做正常的常识啦吼，糖也沉落啦。啊，所以你看咱的人体，咱食药啊，咱甲降血糖的，食了二糖的降，啊降到倒去，脚底，所以咱会先摆脚，啊咱的身躯若要破病，人破病，拢先摆这个脚。所以为什么讲咱得爱安那足底按摩？哦，有当时啊，咱就安那刺激咱这个涌泉穴。刚才迄个涌泉穴伫倒？脚底吼，咱的迄个枕头啊，啥物在软软迄个包，它落去啊凹入去啊，叫做涌泉穴。嗯。啊，涌泉穴当安那，互咱规个血路循环变好，啊，互咱造血，互咱的气会当顺。所以讲，咱进来吼，是讲吼，迄个卖应用着头前。浅显为主，咱的头前一样乖，咱的脚用泉穴大耳朵打伫迄个头前迄个横杆，伊就拄咧刺激咱的涌泉穴。啊，咱的厝的楼梯嘛，就当互咱刺激涌泉穴。哦，所以你伫厝，你唔免不求人，咱家己有楼梯，咱就当打迄个楼梯安尼刺激。啊，打了会足疼。啊，你若健康的人，打了无感觉。啊，佫一种的是刺激的袂疼。不是讲你试着袂调，我身体作用哦，试无着，安尼敢知？所以讲吼，你拢慢慢去家己找。啊，所以你莫看食迄落糖分的药啊无用的，食糖分就是你一世人拢爱对咧食。食到哪，目睭开开到，食到你活百年岁，可能伊嘛对你食到百年岁。啊，咱敢要一世人靠食药来过生活？我相信大家拢无爱啦吼，所以咱要安那，咱就是爱护咱家己安那，强迫家己运动，我讲足平淡。我讲啊，忝啊，你讲我要出去行路，我要出去创啥，会平淡。可是这个是同咱的修行学得同款啊。其他人讲爱去度人，哦，啊咱来出来领班。唔过咱安那，敢会平淡？有当时啊，这个身体还无好吼，要拖这个身体出来，日班也是讲要出去放轻，敢会难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吼、所以运动，同咱咧听道理同款，咱爱去执行无？哎，咱搁较艰苦，咱也着爱去执行。一天咱拨出时间啊吼，咱要用偌济时间去运动？一礼拜你会当运动三天，就算袂歹啊！吼、哦，甚至你会当逐天上好，啊，咱逐天运动半点钟就好。啊，你着咱一礼拜运动量拢有够，一天半点钟，咱都有困难。嗯。啊，无咱咧煮饭的时阵，咱会当做一下操慢跑的。嗯会当？会啦，咱最近吼、哦，听讲大家做流行咧做啥？操慢跑，但是、所以吼、哦，各位真诶。咱的身体竟然还袂出问题，咱干要等甲伊出问题，甲来预防。唔通呢？真无问题的时阵，咱就爱先预防啊！你等医生叫你判定你要食药啊，啊你药搁食落去啊，啊你讲够后续，有除非你足坚定，你真正拢无靠这食药啊来咧维持你的身体状况，吼、哦。所以讲来，咱拄仔讲运动，这就是咱上重要的。啊，咱来看这哦，十五年前六十岁以下吼，咧得心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心血管的疾病，较一成尔咧。不过十五年后，即摆已经有几成？五成咧，是五倍再翻咧。所以你看，咱即摆身体都样样徛伫遐，怎啊倒落去？足侪少年啊，还是爱样样会倒落去，为是心肌梗塞，为是脑溢血。憋大条的，啊，通常你啊憋落去的，细条的有可能就是胃中风，你就是安那一卡一手。大条你就是，互你会当活起来，你嘛是倒伫遐，啊，拢爱互别人甲你照顾，有可能嘛是植物人。所以讲，这对咱心血管的问题，咱
真运动，对咱来讲，即摆血管吼拢足细条诶，血塞袂起去诶时阵，然后咱搁食足油诶时阵，咱搁有含即个口口腹之欲，有，所以讲吼，咱有当先食，若无控制，来搁爱运动，然后毋爱运动是因为安那，毋是无时间，心肺血足沉重，无想要振动，安尼咱着安怎？接受现实嘛，啊，有可能你好无做好，啊，即世人安怎甲食，安怎无爱甲运动，安怎倒伫遐，伊身体就好好，但是嘛受一寡啦，伊安怎做认真运动，做认真养生，过尾啊是安怎破病中风，吼、哦，但咱莫做即种投机的心态啦，吼、哦，我们在修办的当中吼，咱拢莫有投机的心态。卖认讲，哎，无可能是我，啊，迄袂是我，哎，自我催眠，自我催眠吼，人是用着好个所在，你要互你家己有自信，像我拄仔要起来，好好个先来家己讲，我可以的，我无问题，哦，虽然心中蹦蹦蹦蹦蹦蹦，啊，叫好好来跟他讲，大吉，这好好个心血管运动，哦，这个它是叫这个自我催眠，这是好个。但是你若无好诶，物件你搁自我催眠，叫做自我感觉良好。嗯。哦，安尼大家了解吼、哦嗯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来，咱拄好讲过啦，糖分诶啦，你只要平常时啊，糖分要降，无遐简单。打克食药啊，克食药有当时啊，药啊愈打愈侪，愈食愈侪，只要靠运动，靠法度帮你降。我相信吼、哦，带糖厂诶人足侪啦吼，有诶可能搁做总经理诶嘛有啦吼，但是。嗯、哦，所以讲，咱平常时啊，咱吼莫去对人迄落对流行啦，即种无好诶，咱都莫流行啦。所以咱家己诶运动量安那爱提升，搁来就是安那肌无力诶物件，咱拄仔讲诶，你要互你诶肌肉到老，你诶脚拢做好，莫摆即个脚，脚腕搁做好。咱上惊是安那，目睭金金，人上吊，你规身躯。你著拢无力啦，拢倒伫遐，毋过你诶记性安怎足清楚呢？啊，咱爱互人甲咱扶，爱互人甲咱换尿珠啊，爱互人甲咱饲饭，爱互人甲咱灌迄落迄落灌食用鼻胃管，大家敢要安尼？嗯。敢要？无反应诶是上咯。无。没有啦。无啦。无啦。无啦。这个如果爱物件，那我们刚讲出来。所以我说不，哦，这咱无爱物件，所以人吼、哦、真正，咱伫遮，咱毋是讲听道理，听道理，咱会再听一条，拢是心灵上，哦，咱的心灵滋润，咱有这用养分，但是咱的身体，咱感觉学一寡对咱健康有帮助的物件，学一寡咱的常识健康的物件，对咱身心灵都有帮助，安尼讲无？无啦吼，所以不要。因为这个外在的因素，吼，咱阿那退打退堂鼓，好听也歹听，不管咱只要逐工，当初咱在运动，诶，咱拄啊，咱第二段就是讲吼，来，咱做一遍，第二段来，为师今日上多款，扎断月莲修行观，堪多靠恶人清净。因果攀比，怎安宁？哦，这拄仔咱讲的，咱会得这个病，身体毛病遮尔呾济，拢是因为安怎？咱是毋是贪图这个口腹口腹之欲、口欲啊？食物件无想要挑啊，我想要食好食的啊，我无甜的食袂落啊。但是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啊，老厝内讲吼，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聋，好、哦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食品甜烈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过令人心烦。咱是毋是目睭？咱拢想安那看水的物件，像咱睏灯，有一双鞋足水的，一件衫足水的，诶，我拄仔内底敢那贴一件衫来配我一双鞋啊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好像是讲好几十年前的后雪，后雪即摆吼拢无衫在买衫，吼、哦，以前衫唔爱买穿白二
变平三变平。但是即摆来三，咱就是拢轮，一直是这个轮。啊，这就是安怎呐？咱有去了解到这个吼、哦、道理。咱咧食物件、通看物件，就无迄个断见啦。物件毋是看好看，敢是？是毋是爱看实用的？啊，物件咱买会了。嗯，像手机啊就好啦，手机啊 ，iPhone 一支出过一支，你到底 iPhone 十二变到即摆人出来到偌济啊？苹果的啦，迄夹一嘴的迄个苹果的，哦，伊拢讲啊，迄夹一嘴的了的，哦，夹一嘴的较贵的。iPhone 即摆已经出到十五啊，啊，迄一支几啊万块，但是咱大人拢唔甘了，啊，迄囡仔，嗯，一支过一支哦。恁家的孙啊，恁的囡仔有哪样叫苹果的无？无无无无。无，还是讲，啊无恁家有叫苹果的？无无无。无啦，哦，咱拢互囡仔啥物用较好，结果咱家己拢唔敢用。啊，但是伊看这物件看久，伊敢会安怎？目睭看到伊选择障碍，唔知要选啥？迄物件如果没有选择，就没有比较。啊，没有比较就什么，没有伤害呀、啊嗯。哦，物件你看愈多，你就会感觉啊，这样啊，这样比这样较好。哦，啊，这样买了，哎、欸，还佫有一样佫比这样较好。哦，目睭愈看愈多。啊，耳孔听嘞，佫要听啥物嘞？佫听嘞啊！无你等下去老美一部看卖啊，我等下就有爱甲你讲话。啊，无你一个颜色对我没有和颜悦色。当然，就是我嘛无想要惨，那是安尼、嗯哦。我们都会对待嘛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有比较啊。有可能人话嘛，就就是生做安尼啊。伊也是常常要斜眼看你，真正有人安尼嘞。或许有一寡人听，伊咧看人吼，拢、哦、唔是正眼哦，伊咧看拢是斜斜的。你又唔知影感觉讲啊，伊是心情咧无好啥，还是伊哪会用安尼？啊，可是这个是要慢慢改变我们呢、哦。人哦，五官端正很重要。咱用目睭咧看人嘛，足重要。咱看人讲话，敢爱看人？你若看人，目睭咧甲你看，伊个目睭伫遐咧漂浮不定。你咧甲看，伊歹势哦，你看，也是安尼漂浮不定哦。迄个人哦，心术不正，因为伊惊安尼甲看。所以咱看人，咱就是看人。咱无做无啥物个，咱有啥物惊人看？所以讲话，我们的礼貌。咱就是爱正视别人的眼睛，啊，你讲四目相交足奇怪，啊，咱就看伊的皮样，因为啊，你看过去不会很尴尬，对不？你有看伊皮样就好啊，哦，所以安尼看，你袂感觉歹势，啊，咱嘛袂感觉足奇怪，哦，所以讲这五音哦，令人耳聋，你听再好听一点足济，甚至即卖少年啊，听伊音到拢安那。痛痛叫，啊！你听啥物啊？唔知咧。或许哦，大概哦，那开车哦，啊，囡仔就要放伊，要爱听哦。我讲诶，小尊重者，开车啊，是你老母咧。你敢会当放我爱听？唔是放你爱听？伊拢听诶，拢是即摆流行音乐。啊，咱较听就感觉讲，咱以前歌较好听对无？嗯。较有意境对无？嘿、嗯、啊，以前歌唱出较有意境，啊，即摆歌唔来咧念歌，也是咧唱啥？咱听拢无，哦，所以讲，咱这有咱听这吼、個，听嘣嘣叫听久啊，心就会安那，会很乱繁杂。所以咱平常时啊，咱来听一寡较静心的音乐，纯音乐就好啦，哦。咱吼会当听一寡较养咱的心肝脾胃肾，有这个音乐咱敢知？嗯。心肝脾胃肾的音乐会当用听来用咱的歌，用咱的耳，就是。古琴、嗯、琴、古琴，哦，咱听这古琴，它都是纯音乐，也让我咱的心情啊那平稳，啊，咱的心情啊平稳，咱咱那睡眠就无问题，啊，会当治疗，和咱的静心了，所以咱人足重要是爱静这个心，咱平常时啊吼，你讲啊，我若无迄个躁动的，迄个运动，无要紧，咱上啊慢十分钟，至二十分钟，和咱家己静下来。你坐伫遐，观察你呼吸，毋是叫你爱上东上西吼，呼吸，你去数息呀。啊，咱用咱个五字真言，咱买当数息，哎、欸，
咱咧吐纳法就是咧呼吸哦，你甲坐十分钟至二十分钟看卖，你个身躯蛮烧哦，真蛮烧哦。所以讲，咱咧平常时啊，咱咧静心是很重要的，也当养咱的心性啊吼。啊，五味也是透爽，是不是？咱拄仔讲爱食好食的啊，无重口味的无好食，无甜的无好食啊。吼，啊，着爱搁为着要食啥物话，咱来排队。吼、哦，我看看在排队的吼、哦，算了。大家敢会爱去跟人排队？像咱哩讲二十九年，我看是足无用的，含出来看啥物单位拢无。唔知咧卖啥，但是浅显都很慈悲吼，那我陪去福利社还有候选，因为候选跟福利社有够无用的。然后出来是搁无用，遐囡仔要表演单位吼、哦，唔知咧卖啥。啊，只要有够水，单无一杯水，啊无讲无来买一杯啊凉。哦，然后看遐白色的爱玉柠檬哦，白甲热热等啊。遐边就着咱一个啊，会当迄个积水单嘛无。所以讲爱排队的物件吼，有足侪人也无爱啦吼，所以不用跟流行。即摆网络都有讲好，倒一间店足好，咱去朝圣，咱去食遐好食，啊，个排队排啊热热的，啊，伊感觉好食，我讲食的物件、通看的物件，拢足主观的。你感觉好看，我嘛无感觉好看；你感觉好食，他嘛无感觉好食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是主观的意思。然后。此地田猎令人心慌，这是咱一直往外追求。古早是讲打猎，吼，伊拢会去打猎啦，什么野兔啊。啊，咱即摆人呢，追求啊呐，开车啊，一只换过一只，车也无歹，我就感觉讲啊，这只拄啊，严老师讲的Toyota吼，那伊就伊伊了好，佮会当开啊，伊就开百公里。啊，Toyota换了，即摆就想讲，应该换一只进口。哦，车的等级会愈来愈换愈贵，这就是咱在追求外在的嘛。哦，啊，你要追求，有当时啊，你嘛要看咱的年龄够到遐，无你一台换过一台，啊，一台就拢贷款过一台。啊，安尼对人讲是不是无止境？哦，啊，有可能就因为安尼哦，是就像咱即卖吼，分到有一寡不是伫咱当中，有一寡外口社会，伊拢会想要去。整形，啊头啊，有可能呾为着爱水一个啊双眼皮，结果双眼皮割了，感觉讲，哎、欸，